山河。人活世上争口气，一腔热血几回平，干罢了古今多少事，英雄莫问莫问出身，莫问出身，顶天立地男子汉，花开花落叫佳人，说尽了悲欢多少情，英雄自古自古无外人，无外人。彪儿啊，你娘的病到底咋样了？太医院医症已经请过脉了。嗯，双母后胃寒肾虚，需要善加调理静养半年。哎，你娘这个人呢，就是根犟筋，真没办法。嗯，他要是个男的呀，哎，可以做中书省的丞相呢。父皇，嗯，儿臣感觉好些大臣都惧怕胡惟庸。嗯，那么这儿为何有这么多人上奏赞扬他呢？当然有了，这些人呢，都是胡文庸的朋党，只要胡文庸稍加暗示，这些人就会一窝蜂的称颂。那父皇为何不加以训责，降至才艺呢？不急，咱们呢，先看看胡文庸如何主政，咱离开以后，他就身轻如燕了，飞得更高，放得也就更自在。也好让咱知道知道他都有哪些个朋党。皇上，嗯，皇上，徐帅、汤帅觐见。啊，好，让他们去御花园候着，咱请他们喝茶。明白这年纪事大了，一天不如一天了。你呀，哎，来来来，啊，二位啊，哎，哎，咱呐可以偷闲儿，上位却是一年比一年劳累喽。行了行了，坐坐坐啊。这上位还是上位。哎，行行行行了，上位请。哎哎哎。二哥请。今儿啊，咱请你们喝咱的大壶茶，一边带着去。哎呦，上位啊。哎，臣这样向上位谢恩辞行呢。为何呀？上位给臣在家乡盖了那么大栋宅子，臣想去住一阵子。好，好啊，那就回去住吧。哎，别忘了把你那个腰病给咱治好了啊，秋凉的时候回来，到那时候啊，咱哥仨一块出去打猎去。哎，好。哎，好啊，好久没跟上位一起跃马扬鞭了。是，来来来，喝喝。嗯嗯，咋样？好茶，好茶呀。嗯，哦，这过几日呢，咱也要去黄山避暑啊，如果三弟不嫌弃的话，跟咱一起去。哦，哎，臣叩头谢恩了。哎，哦，你又咋了？年初时臣这后背长了个痘痈，好好坏坏的。近两日来沉重了些，这个后背都伸不直了，夜里头睡觉
这后辈啊，都不敢张炕，找个太医看看不就行了吗？瞧过了，太医说，这是当年打仗落下的，一块箭头，嗨，就这么着吧，还是让臣把它带到棺材里去吧。那可不行啊！ 你们俩，谁都不许死，要陪着咱呢，活他一百年。嗯，文庸啊，咱走之后，朝廷内外的事务就交给你一个人掌管了。咱还是那句话，你啊，大胆的理政，当断则断，当驳则驳，有什么为难之事，尽管。 地城子上来，臣遵旨。好了，都回去吧。啊，掌管好自己的衙门，有什么为难之事，别忘了给咱地城子。遵旨。没用。过不了几日，北征大军的各路将领就要陆续回来了，你要告诫他们，一定要恪守。 朝廷的律法，绝不允许居功放纵。臣遵旨。文庸啊，如果我们哪天你去看看，别让人给饿着喽。明白了。好了，都回去吧。 臣等恭祝皇驾一路平安。列位同僚。 皇上虽然离开了京城，但我等无论是在朝在府，在内在外，都得是如是君前，是不是？是。现在不是散朝的时候，各位还是各归部衙，继续办差吧。是。 属下在。山东省治河等事成文，你应该马上报送中书省。日落之前，属下定送达大人案头。宋提督，在。皇上离京期间，务必加强进城巡备，万不可马虎啊！末将遵令，请相国放心。许大人，待会儿到我正式房来，有事商量。 早朝时辰到，众臣入朝。哎，吴大人。 你说这皇上太子都不在，咱们这是朝见谁呀？朝见谁呀？不像在呀。臣等。 叩祝皇上，龙体康健，万寿无疆。龙体康健，万寿无疆。
查看一下，哪位大臣误了早朝，记下名来。是。我等万不可以为，皇上走了就可以懈怠政事。为人臣者，心中皇上永存。是是是是。列位臣工有事，可出班商奏了。江西省平章正式奏报：赣南发生百日大旱，河沟干裂，水渠断流。预计赣南五县稻谷将减产六成，此时米价已日渐抬升，奏请朝廷薄粮赈灾，并减免今年田赋。相国大人口谕，承皇上圣恩，从即日起，尚书房、内阁各部院、五军都督府，凡积存未办之奏章、条陈、停记、议案，均可移交中书省审理，此后加盖上中书省印章，即可颁行。这样呀，听见没有？中书省由入内廷，胡丞相代理皇上。这有什么不好？本部送给太太爷的橙子，两个月来停留不发，积累一大堆，往胡相国府里一送呢，早晨送过去啊，晌午就发出来了。哎，可是要是有什么不当之处，皇上岂不会降罪？哎呀，吴大人呐，你这样想就如入腐儒了。比如那赣南大旱，士农工商都等着皇粮吃，谁敢耽误？你耽误了，皇上就不降罪了吗？这倒也是。此外，胡相呈旨颁令，尚书房、内阁各部院、五军都督府，凡积存未办之奏章、条陈、停记、议案，均可移送中书省审理，此后加盖上中书省印章，即可颁行。对此，臣工们可谓喜忧参半。喜者以为，胡相仅在半月之内，即将内阁积存之章奏、正事、议案办理一空，其效率与魄力，令臣工刮目，令部员们倍加忙碌，不敢稍有懈怠。胡相秉政，如必实旨，如指拈误。节节相扣，令行禁止。胡相秉政，如必实旨，如指拈误，节节相扣，令行禁止。彪儿啊，看见了吧？咱离京以后啊，这胡文庸比以往都能干了，把咱遗留下来的政务，那是办理一空啊。是，儿臣十分佩服胡相。太子对于臣子，不能用佩服，只能赏识。儿臣失言了，儿臣确实赏识胡文庸。即使是赏识，你也要从另一方面好好的想一想。如果代理皇权之人胜于皇权，那咱这个皇上不就等于多余了吗？儿臣失察了。接着念吧。是。其忧者以为，胡相虽然坐镇中书，却仍是人臣，而今代行皇权，如有失当之处，必遭圣上严惩，罪及臣下。李金是个明白人呐，他在替胡文庸担心呢。可胡文庸啊，就没有这份忧虑。哼，臣曾目睹一件末世小节紧报，圣驾离京那天，龙辇刚刚出城，胡惟庸便脚踏单臂，昂首阔步，训示百官道：皇上虽然离开了京城，但我等无论是在朝在府在里在外，
仍然得如视军前。李进的文章做得好啊，哎，他一方面指出胡文庸玷污丹陛、违律坏法、冒犯天子尊严，另一方面呢，又说胡文庸在朝在府在里在外如视军前。儿臣赏识李进。嗯，哎，李进是在恩科大事的时候，你送入龙门的。咱看这人呐，以后可以当你的柱国大臣。谢父皇。哎，念念胡文庸的折子。是。臣胡文庸叩请圣安，臣将今日朝廷要事八项谨报皇上：一、赣南大旱，民情躁动，官府急盼圣上降恩，臣为稳定人心，彰显天恩，已先行批发赈灾粮25,000担，银30,000两，叩请圣上恩准。二、洪都侯蓝玉、吉安侯陆仲亨、平凉侯费聚等将已从北疆归来，臣拟于本月初十设庆功宴，于内廷武英殿为凯旋诸将军们贺捷喜臣。武英殿是天子犒赏将帅的地方，胡文庸做得有点过分了。儿臣即刻拟旨制止胡文庸。算了，随他去吧。弟，今天我要连敬你三杯，你呢？命一口就成。岂敢，胡某啊，虽然不胜酒力，但蓝老弟的酒还是要喝，要不然怎么做大哥呀？爽快！兄弟此次北疆出征的时候，要什么，大哥您就给什么，军械、粮饷、兵器一概无忧。哎呀！兄弟想到这儿，心里就暖洋洋的。哥，兄弟先干喽。那是天恩，是皇上啊眷念着你们。属下只是竭尽所能，把皇上的恩典给你们送去。哥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咱们弟兄们啊，以后全靠你照顾了。哎，朝廷答应给本部上银，什么时候能下来？这事儿嘛，皇上不在家，我做主了。明天你们到中书省拿批文吧。多谢了。哎，大哥，还有本部的呢，一并照准。好，来，兄弟们，咱共同敬大哥一杯。来，我他妈有一件事儿，兄弟，我现在想起来就难受。什么事儿？此次北战，然而我死了9个义子，那老杂毛刘伯温还好端端的活着。那是皇上恩典，臣下岂敢自专。再一个，刘伯温执衔俸禄早就消夺殆尽，眼下是老病缠身，随生有死。来来来来，胡某，谢众兄弟一杯。武英殿盛宴直至凌晨结束，赴宴者有洪都侯蓝玉、吉安侯陆中亨、延庆侯唐圣宗、平凉侯费聚、南雄侯赵雍、宜春侯黄斌、济宁侯顾石等20余位征战归来的将军。席间，胡相与众将皆以兄弟相称，亲密无间。翌日，
中书省批拨赏银138000余两，分发各将所部。户部虽以未见朱批为由拒拨，但胡相守谕严责，户部只得遵行。此外，武英殿盛宴，徐帅以备庸为由称病未去。还是徐达明白啊。胡惟庸趁圣驾离京，对将军们大加笼络，并提前赏赐他们。儿臣以为胡惟庸擅权枉法。彪儿，你给咱记好了，文臣不可怕，武将也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文臣武将勾连一气，抱成团儿，那就该咱们警惕了。儿臣记住了。这胡惟庸能啊，啊！他已经越过徐达、汤和、李善长，成为淮西将领们的大哥了。父皇，父皇，咱们赶紧返回京城吧，以免局势失控啊！不急，再等等看吧。这样，彪儿，你替爹拟道圣旨，赦免刘伯温，让他立刻回督察院，降为右使坐堂侍侍。遵旨。咱呐，丢块石头下去，看看这些鱼虾们到底惊不惊，怕不怕。父亲，我不吃，不喝。父亲，你已经两天不吃不喝了。此话不去，我不是在喝茶吗？您多少吃点吧。我这下腹堵得慌，搁那儿吧。这两天外面有什么消息？哦，今儿晌午，儿在菜市上听两个太监议论，说胡相在短短半个月内，就将朝廷的积案料理一空，令众臣敬佩不已。胡惟庸愚蠢呐，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。灭顶之灾为之不远。你想想啊，这个胡惟庸表现得比皇上更能干，这了得吗？等皇上返京后，发现在这个朝廷上没有皇上也行，皇上会怎么想？胡惟庸难道不是在犯天忌吗？圣旨，自洪武十年以来，刘伯温闭门思过，痛悔前非，朕念其多年功勋，忠诚依旧，特赦免刘伯温各项前罪，恢复爵位俸禄，降为督察院二品大右使，着即到职侍侍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刘大人，您什么时候才能上任呢？李坚，你看看臣这个样子，臣会上奏皇上。臣老病缠身，举止艰难，请皇上恩准，等臣病体稍愈，就回督察院。啊！晚辈也会将刘大人的心愿禀报给皇上的。那就更好了。光臣自己说，皇上不信。多谢李大人。父亲，我
们总算是熬到头了。是啊，总算是熬到头了。父亲，您怎么了？为何一点不高兴啊？莲儿，父亲恐怕永远也回不了督察院了。为何？父亲有个事儿，求你原谅。什么事？还记着父亲说过下府赌的话？我知道，那是长了个肉骨，是绝症。父亲，您为何不早说呀？您早说出来，我们就请太医给您诊治啊。原谅父亲。父亲也盼望着解脱呀。父亲。相奴，人工部费员刘莲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工部费员刘莲拜见相国大人。刘莲呐，本相原本应该亲自去府上传达皇上恩旨的，无奈政务万千，实在脱不开身呐。伯文兄何时能够到任呢？禀相国，家父旧病未愈，又添新症，腹胀如鼓，现在已经垂危了。刘莲呐，不要这么说，伯文兄总是这病那病的，我们都已经习惯了。转告伯文兄，再歇三五日就普任吧。胡相，家父患的是绝症，肉骨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家父他自己说的。我当是太医说的呢。为臣子的，岂有自个儿说什么就是什么吗？还有，你做儿子的，岂有诅咒自己的父亲生了绝症呢？胡相，家父确实是身患绝症啊，已经整整五日未进食了。求胡相，快点把剑骑快车送家父返回青田吧。既有病，何不在京城医治？回青田干什么？家父的愿望是归葬青田宿营，皇上也曾答应过。真有这么严重？胡相如果不信，可以派人去查验。我信，但是回青田之事我做不了主，得请皇上懿旨。胡相啊，家父只怕撑不了几天了。他撑得住。刘莲呐，我比你更了解你的父亲，他呀，总是能绝处逢生，再获恩荣。昨天接旨的时候，不还好端端的吗？我看呐，他是盼着归养，而不是归葬。
如果真是归葬青田祖营，那就更不用着急了，因为人死了才谈得上归葬。一用他做事，不是这儿病就是那儿病。刘莲在奏折上说，刘伯温下腹生出绝症肉骨，为时已半年之久，现已无可救治。怎么好端端的生出一个肉骨来啊？而且一拖拖半年，不报不治，是何用心呢？告诉胡文庸，咱虽然答应过刘伯温，让他早晚回故乡，但那是归葬，不是归养。让他亲自带着御医上门，给刘伯温诊治。遵旨。胡相，请进。皇上旨意，召本相亲率太医上门，为刘伯温疗疾，并赐珍奇药物。刘大人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厚道人。没错，我是厚道人。可我现在觉着您是人。怎么着？人皮，文兄过奖了，这话说到浑身痒痒的。博文兄，您看，皇上把他贴身用物赏我了，还说君臣一体，心心相印。皇上跟你说过这话吗？伯文兄，本相奉旨亲至榻前，嘘寒问暖，送医煎药，回头本相会向皇上禀报，就说刘大人虽然卧病在床，仍然是怒火三千丈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天理。刘大人，这是皇上赏赐你的汤药，喝了吧。刘大人，喝了，喝了。你要抗旨吗？喝了。刘伯温，谢恩。
怎么了？药怎么了？终于来了。药里有毒，你挺住，父亲，你千万挺住，儿去想办法。归天后，哪怕等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皇上总会归天。到那时，再把它呈现给后继之君。有信来了。怎么说？皇上龙体健康，每餐都能进一个细面馒头，两碗小米粥，闲了就与太子在上京散步，畅谈古今兴亡。皇上有没有提到我？啊，信上没说。月儿，我跟皇上这对夫妻现在倒要你跟二虎来传信，你看好笑不好笑？娘娘，刘伯温大人死了。说，是昨天夜里。你还听到什么？京城流言四起，有人说他是病死的，有人说是自尽的，还有人说是被胡惟庸害死的，还有什么？还有，说是被皇上赏药赐死的。所以刘夫举哀的时候，大臣们没有一人敢去吊唁。
娘娘，你还听到什么？还听说刘府近日就要把刘大人的灵柩入往青田。娘娘，玉儿，娘娘，你去替我送一炷香。遵旨。皇上回京，为何不通知本相？该说谎了。真伪由咱来辨。